water filter， 一个简单的 water filter。因为我经常都在 camping 嘛，哦，都在露营，所以呢，有时候往往遇到干净的水，好像自来水啊，这样就比较好。有时候我遇到的是山水啊，哦，河水啊，或者是雨水啊，所以我都可以把它先过滤再用。啊，我通常都是会放储在这边，然后呢，我就会去把它煮了水之后才来喝了哈。都会去 boil 了那个水才来喝了，我不会直接这样子喝啊，因为我也很担心，我觉得煮过的水是比较安全。我是用沙，还有碳，还有石头，小石头、大石头，还有那些河流的沙，然后还有一些碳啊，就是 charcoal， 我全部放进去一层一层。那么它就可以过滤那个水很干净了，所以你看，所以呢就是这样啊，通常都是到这边，然后我就停了。我停了之后呢，我就把它盖起来啊，把它盖起来，水滴是很慢的，一滴一滴的。不是拿来喝的，是来煮过之后才能够喝。那个热度，所以这边只是温温。如果这个是因为它比较小哈，所以它的火可能会有一点热度会升到这边来，但是它也不会很热。它的热度呢，就好像你在太阳暴晒这样子，罢了。它不会说非常的热，热到会着火这样子。但是我们怎么样都好，我们都要小心啦，在烹饪的时候就是要警醒啦。今天我要泡咖啡。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有时候啊，都公司他睡在这边哦，所以我要开这个门。如果我是这样子开出来的话，就不方便。如果在这边躺住，然后我要开这个门，他还是可以躺住，所以我不会讲他阻挡啊还是怎么样啊。哦，那我这样子，你看，这边还有绑了一条线，所以你看他还是能够在下面睡觉的啊，我不会弄到他，所以我可以随时拿东西。就是个超级简单的 spaghetti。Good. Okay, good girl.Okay, down, down, down. Okay, hey, down. Wait, down. Wait, down. Over here, man. Too crowded. Okay, over here. Down. Sit down. Sit down.
Sit down. Okay, down. Wait. Wait. Wait, not yet. Wait, wait. Wait. Okay. Sit. Okay, good girl. Okay,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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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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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yet,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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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Sit. Okay, good girl. Sit. Okay, good girl.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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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first. Down. Wait. Wait, Wait. Not yet. Okay. Today, 我要煮的是, 蒸鸡。 Of course, 我是最简单, van life steamed chicken tonight for the dinner. Thank you.
些菜有时候就是狗狗也是跟我一起吃，所以有胡萝卜啊，有 cabbage 啊，还有 leek 啊之类，然后我们就配一点鸡肉，一煲汤啊，那么就给他们喝，吃一些肉。